高兴不？这个哇，应该有猪腿，4公分肯定是有的，5公分不知道有没有。猪腿。啊，昨天晚上那直播有人说加牛腿，啊，今天找到一个地方，三个木还是挺多的。啊，这三个木叶子，上次我在视频里面给大家放过，现在挖了2颗，又有3公分，还不错。啊，这头挺大，这里暂时又发现一颗有3公分的。这个地方的这个三公木很多，小凤也不知道跑到哪里了。想把它挖起来，今天应该会有好收获。这看起来都挺多的，就是暂时呢就发现有3公分了，再大的就没发现有。这个枝杆有3公分多粗吧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快点挖了哈！等一下要去看小凤在哪里。啊，走了一会，这里又发现一个3公分了，啊，挖出来的，最后再给大家看，这也有3公分，搞它！啊，今天应该不错，有会有好收获，也不知道小凤挖多少了，找不到人了，估计小凤也挖不少了。好，先把这个搞起来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刚才搞了4颗小一点的，这里，哇，这一颗比昨天晚上那个大富还大。5公分都有，没有5公分，起码有4公分多，有过渡，很完美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小凤不知道在哪里了，我一个人，哎，先把它搞起来，啊哈哈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好激动！哇，这里都有这么粗，这里都有3-4公分，这头应该有个5公分，哇，这个5公分应该差不多吧。头径的话肯定不止，这个杆应该都有，没有都有4公分多。哇，这上面这里都不止3公分，1米多高。哇，这三个木叶子，哇，大富大富，叫小凤回去了，这么大木挖了，有一颗就满足了，够了。啊，每次大富都说是小凤挖的，今天。终于乐哥站起来了，他妈的站起来，只站起来1秒。哎，我拿去给小凤看一下，终于呀站起来了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收获，我不知道小凤挖了多少，先看一下我。除了这一颗大货之外，还挖了几颗也不错的，这些都有3公分多的。这颗呢也有将近3公分，2公分多，一共挖了5颗了。我乐哥是不是站起来了？快把乐哥站起来了，打在公屏上。哎呀，天天都说只有大小凤才能挖到大富，哎呀，又死了。好了，先找到小凤，再看一下他有多少收获。啊，又搞到一颗3公分了。啊，我就不信今天小凤还能比我挖得多。还能有我的大，如果他的比我的大，他早就跟我说了，早就打电话来了。现在我有6颗了，等一下打电话叫他过来看一下，我找不到他了，找不到了，拿着很累，走不了，我真是汗。啊，小凤来了，来了，这里。等一下，我拿东西。站起来了，今天。天天都说是你挖到好东西，我们挖不到。是啊，我看一下，你来看看今天有没有鸡腿夹。看你挖的多还是我挖的多。天天都是说是你挖的大，好大货都是你挖到的。我这里的3-4公分的有5-6颗了，还有2颗小的在背包。有一颗大的4公分多了，4公分多了。哎，你那种不要捡了。来看大富。啊。你看，你看有没有鸡腿架？你的挖多少？背包有没有？背包有2条吧。你的背包能放得进，应该就不大。你看我的，啊，你这个。啊，有一颗不错，这颗，这个，这头也挺大，这个不错，这个这种我这里也有，那颗，哇，
真的吗？家鸡腿没有？牛一样。哇，脸红了，光公的没那么红，这么热，走的那么快。对呀、啊。我的跟都跟不过来。这林子都装不动。我走这么慢，还找了这么多，你才就两三颗。高兴不？这一颗哇。应该有。猪腿。四公分肯定是有的，五公分不知道有没有。猪腿。啊，昨天晚上那直播有人说加牛腿。这个人刷子都刷的没有这么亮。它本来有一层皮的，一拿就掉了，不是刷。这个五公分可能呢不太有，但是四公分多可能。还这么高。是啊。哎呀。高兴不高兴？太高兴了。走了走了，今天不早了、嗯。今天不是我们两个人来，下面还有师傅。对。不知道他们挖到多少。昨天。我没有出来，他们搞了那么多，今天轮到我了。好了，回去了，先把这个拿回去，不找了，好用。啊，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给我们点个赞，加个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走喽。